辛苦辛苦辛苦。哎呀，我天！女孩，这个可可长得有点像那个吴谨言，你知道吗？哎，吴谨言还好吧？还有谁就是可可？Coco 李玟，你要非说有点是有点，对，你给琪琪，谁叫琪琪？琪琪，虞书琪，不是那个虞书欣啊，别叫虞书欣好吗？你别闹，我搜一下 ，Kiki 啊，哦，哎，好像是，好像是吗？哇，今年的选秀真的好多，嗯，心理创造营，乘风破浪的姐姐，还要开一个什么披荆斩棘的哥哥，嗯，你要去参加吗？我要去参加懵懂无知的弟弟，懵懂无知的弟弟，乘风破浪的姐姐，披荆斩棘的哥哥，一无是处的弟弟吧。你录过营吗？啊，录营没有啊？啊，你没有啊？我是属于那种睡觉的时候稍微有一点声音我就很难睡着什么的啊，但是在晚上在一般在树林里睡得会很好。是吗？啊，因为其实树林里一些自然的声音会让人很快的静下来，就会使人睡得很舒服。你睡觉会打呼？哦，对，你不会？对啊，知道跟你睡过，跟我什么啊？真的很大自然。哇，这也太好了吧！这个地方。哦，睡这种帐篷，那这种帐篷还挺好的呀。对啊，这种帐篷挺酷的。哎，我们是不是睡那边？对，你看那小帐篷，那个给千里睡了。我们应该睡这边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六个。对啊，对。啊，我们睡那边吗？哎，也是六个。这边是粉，哎呦哦，大女孩和小女孩睡这边，大男孩小男孩睡那边，跟小男孩睡，那今晚应该会是个不眠之夜。第二组人是谁？我们要站在那里迎接他们吗？好。我们迎宾客。Oh my gosh！ 天哪，真不错，真不错，真不错 ！Kiki， 快下来。怎么回事？真不错。哦，他们从这边下来。哎 ，Hello，Hello， 你好，你好，你好 ，Hello，Hello。我叫谢可寅 ，Shaking， 然后他叫许佳琪。哦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大家好。有什么需要帮忙搬的吗？我们是搬运工。我们好多。好，那我开了啊，开了。哇哦。两个大箱子。行，我来。哇，谢谢。还有，我们带了很多小礼物，谢谢你们，我们东西有点多。那个是吗？是啊，不是，那个不是吗？哦，小心点。我来吧，这里这个行李箱不能拖的。哦，谢谢。他还有小包包。哎呀，走。哎。我们要装作一副很轻松的样子，好不好？装作一副很轻松的样子。对，装怎样 ？man 一点啊！我，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九宝，宝哥，热门，风鼻哥哥，几年不见，你怎么变帅？我变帅了。嗯，我今天给你和猫咪哥哥带了礼物哟。真的吗？这么好啊！他们现在就等着我们上去解放他们，你还不解开他，是吧，宝哥？艾玛，来来来，我在家里经常解。哎，安心。去最美的地方，要住进你的心里呀。一起绽放，来跟我一起来，来跟我一起来，我们自己看。OK， 一起跳，高起来。OK， 出发。
来，跳起来！很好，哎。出发，巴拉巴拉巴。Yes okay, yes okay, yes okay, yes okay。真的可以打打，和我一起。算你们不敢再偷偷回来吧。昨天的可以打打，和我一起追吧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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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刚开始学，真的厉害厉害厉害。跳过去，我们跳过去，来。好，一二三，呜，嘿。你们知道青钱柳又叫什么吗？你看，又叫摇钱树。我们去摇一摇，看有没有钱下来。好高！让我看看，这个就是在恐龙时代就有它的存在，仅在我国有自然分布，可以治疗高血糖。组成了一个银杏树大家庭。好，我们手拉手一起抱，看我们能不能环绕着把这个树围住。来，把手伸长，来抱一抱，抱一抱，不怕，抱一抱，抱一抱，抱一抱。哇，好棒！二一，嘿，就是像海边一样的。可能没有海那么大，但是跟海边差不多，是河滩。天灵，你这次有没有学新的古诗？有吧，春种一粒粟，秋收万颗子，四海无闲田，农夫就饿死，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。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哎呀，我们河滩到了。哇，就是这吗？我们对，应该是在这儿吧。哇、哦，是不是？好漂亮啊！河里面还有一种世界，世外桃源的感觉。水可以摸，但是不要走进去，不要走太深哦。嘿嘿，哇，好凉，好舒服。啊，哇，好轻啊！看这个水里基本上没有什么鱼，现在。为什么呢？一般的情况下，水太轻的话，啊，鱼就很容易发现有人。害怕人钓它是吧？对。水吗？看，哎呀，太湿了。在这里踩水，我们一起踩。哎，你会打水漂吗？会呀。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哎，我不会打，我不会打，我会打，你教我打来。我们找一种平的石头在水里，我可会打飞水漂，可这个最适合了，可、这个、可，可，哎呦哎呦，
哎呦，你是不是扔错方向了，千里？反向打水漂了。千里，你扔到，你扔到 Emma。你展示一下什么叫高手？我很厉害哦。你很厉害，我很厉害。你打这个得过世界冠军啊！哎呦，它平着飘啊，平着飘啊。先你看啥？看看世界小姐的老虎姐姐的表演。世界水漂小姐。世界水漂小姐走一个啊！跳起来，是个意外。哇哦，好厉害！哇哦，重新来一个，不算，我也试试看。就是说，姿势是学过的。我真的是学过，教过我是这样子的姿势，肯定是这样啊，原理大家都知道。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哎呦，没有找到那合适的石头。哎呀，哎呦，没有找到飘的石头，这边石头都不太行。哇，这有一块超级平的石头。三个洞，对啊，因为它平啊，你平它就可以飞很远。那可以给我找一个超级平的吗？给我吧。哎，这个平，这个更平，这个最平了。哎呀，扔的不错。嗯，也三个吗？这个也不好，给我找一个特别平的。艾玛，你帮我找一个红色的好不好？莫名其妙打了个九标，猫咪哥哥的。什么？猫咪哥哥？对啊。你找他干什么？我想他了。你想他了？想猫咪哥哥？姐姐呢？这上面写的什么？大树王啊，就是他吧？听说你们在找我。哇！哎呀，有点太吓人了吧？你们好，多米是吗？嗯。是多米吗？我已经知道你的名字了。我去上个厕所，憋不住，让我去上个厕所。哎呀，现在要伪装成森林精灵。哇，是这个吗？我的天！大家好，是谁？谁在那边？我是，喂，喂。我是2300岁的树精灵，想和你聊天，好吗？
天灵灵，地灵灵，我是2300岁的树精灵。我觉得能如果在童年的时候呢，去给他们创造一些神奇的事情，让他们相信大自然中真的是有神秘的力量，让他们更加的敬畏自然，也想听听他们最内心的表达，因为他们会说出他们平时不愿意说出来的话，所以我觉得办大树精灵还蛮有意义的。听说你们在找我，有点太吓人了吧？是多米吗？我已经知道你的名字了。是他真说话，还是录音机放的呀？这个好像就真的是那个树的声音，只有树才会这么说话的。我是2300岁。不信你看，他手里拿着个放鹰的。没有没有，他手里拿的那个是那个手榴弹，不是音响。我看到你看这边有很多。多米，你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？反正也是音箱。反正也是音箱就算了，走吧。走啊。嗯，反正也是个音箱呀。喂，完蛋了！我这我真要躲树后面去说。嘿，大树。嘿，大树。我叫婉清，很高兴见到你。你好，你有什么愿望可以说给我听？我的愿望是我想学冰冻魔法。冰冻的魔法我能力还不够。如果是关于森林的魔法，你想学什么？没有。好吧，你现在可以再许一个心愿。但是我没有了。婉清，你还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？没有的。好的，再见。再见。不是，关键我觉得他这个，你问他心愿你没办法帮他实现，那怎么办？走去找森林精灵吧，我等不及待去看森林精灵。我们还给森林精灵带了礼物，是不是？对呀。森林精灵，你在哪里？有人说话。让我看看，这是谁？你说我是艾玛。我是艾玛。艾玛，你是？公主吗？是的。你是什么公主啊？二傻公主。她是二傻公主。二傻公主。二傻公主。森林精灵，我想许愿望，我可以变成真正的美人鱼，在海里真的游来游去。可是你要变成真正的美人鱼需要付出代价，你的双脚会感觉非常的疼痛，好吗？可以可以。这些我记住了，谢谢大树精灵。再见，可爱的艾玛。那我们走了。
森林精灵等一下在树里面的时候，你要跟他问什么问题，你要先想好了，好不好？嗯，我有五个呢。有五个问题啊，这么棒，好嘞，那我就放心了。我们找森林精灵在哪里呀？森林精灵，你在哪里呀？我有伞可以保护你。对。哦，在这里。大树王。是谁呀？是谁呀？是谁闯入了我的地盘？是小宝来看你了。森林精灵，我来看你了，我带了伞来保护你呢。我是2300岁的树精灵。小宝，你旁边的这个人是谁？是龙叔叔。龙叔叔？对。那你喜欢他吗？喜欢，喜欢。听说你们是从小森林之家来的？对。如果你可以一直在小森林玩下去，你想住多久？住到长大。我长大做饭，龙叔叔也能吃得到。我听了都替龙叔叔感到开心。谢谢小宝。我看你，其实我是感动的。那个是他很可爱、很可爱的地方。你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吗？我想让妈妈永远年轻，变得漂亮，因为我长大妈妈就变老了。我想让妈妈永远年轻，变得漂亮，因为我长大妈妈就变老了。这些我记住了。啊，他记住了，记住了。小宝，你要听妈妈的话，让妈妈每天都开开心心的，你的妈妈就能永远的年轻和漂亮，知道了吗？可以。好了，除了这个心愿，你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愿望？还有，森林精灵，我还想在小森林吃鸡大腿呢。鸡大腿，是什么？鸡大腿，你还要吃鸡大腿？你又饿了？啊，好，你吃鸡大腿，不用森林精灵，龙叔叔想办法给你弄鸡大腿吃，好不好？啊，我上次答应你给你做鸡翅的嘛，对不对？可是上次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来不及做，我下次补你，给你弄好多鸡大腿吃，行吗？啊。今天能见到你，我很开心。看，森林精灵好开心啊！再见，小宝。再见，真的再见。小宝有一个愿望，就是不希望让自己的妈妈变老。然后我就突然联想到我小时候，就觉得爸爸妈妈是这个世界上对自己最好，然后最重要的人，特别不希望他们变老。但是其实让我慢慢长大的时候，其实面临现实了，有很多事情很无奈。这样我觉得啊，小朋友真好，啊，就他们那时候的想法，是特别特别真挚和特别特别纯真的，相信有魔法和神奇存在，啊。谁在叫我呀？就是你，我来取月了。我刚才听到你叫千里，是吗？对，因为妈妈想让我和千里马一样跑得快，所以给我起名叫千里。
那是你跑得快，还是千里马跑得快？我现在还小，那我长大了就跑得快了。听说你是从小森林之家来的。是啊。我还看到昨天跟你们一起来的有很多哥哥姐姐，你最喜欢谁啊？橙子哥哥呀，橙子哥哥呀。那如果要你给他打分的话，你打几分呀？一万分。满分是多少分？一万分呀，就是很多很多的分，都数不清呢。我相信橙子哥哥听到了应该会非常开心的。但我有一个愿望就要跟你说了。什么愿望？要摘云朵，要摘云朵。你想摘云朵？对啊，你可不要给我摘错味道了。你想要什么味道的云朵？等白天晴天的时候，就是棉花糖味的。等下雨天的时候，那就是蓝莓味的。等傍晚的时候，那就是草莓味和咖啡味的。等晚上的时候，那就是巧克力味的。森林精灵，你可以帮我把愿望都实现吗？太有意思了，你看他脑子里有各种奇奇怪怪的想法，所以我反而就觉得他们相信的人特别美好，会充满了想象力。我觉得真的是让我挺感动的。其实，在那一刻我是很戳我。好啊，我一定会努力帮你实现的。好吧。我给你唱首歌吧。好啊，你想跟我唱首什么歌？小松鼠啊。那请唱吧。吃了吃了，我是小松鼠，吃了吃了，找呀找松果，吃了吃了，爬上树，吃了吃了，爬上树，松鼠爷爷给我一颗小松果。千里，你还有什么想对橙子哥哥说的吗？我想让他送给我一只恐龙。突然间觉得这个空间安静舒爽了许多。哎。有咖啡吗？喝个咖啡，泡个茶，好了，我们这儿还挺舒服的。哇，其实这个景儿真的是挺美的。真的不喝这个鸡汤吗？马不王啥？哦，我要被你们俩呀！你们小时候有玩伴吗？有，楼上邻居，楼下的邻居，各种，还有乡下还有一帮朋友，现在还有联系。那挺好。龙哥小时候都玩什么？什么都玩，我们小时候没有这么多东西，每天就做运动。不过你们那会儿的话，大家视力都多好。
那没有别人可以玩，也没电视，也没有其他的玩具，什么都没有，要么就在田里面玩。但那个时候也应该不会觉得什么，应该觉得挺充实什么的。我觉得那时候比现在他们好玩，因为我们小时候其实大人的时候都比较忙，所以小朋友其实有比较多的时间跟空间，就我们自己可以去田里到处玩，就呼朋引伴的大家就在外面到处跑。看看我蝴蝶挺好。怎么啦？千里，咱们仨和好一起对抗猫咪哥哥。啊！千里，把我腿毛，猫咪哥哥的腿毛不见了。男人的腿毛不能拔的，知不知道？为什么鼻毛可以拔，腿毛不能拔？腿毛是男人的面子。腿毛越多，面子越大，面子越大。我没有，你看我没有，我没什么用。要不我分你一点？没有，我觉得我先跑。好了。哎，这在哪？这你啊！来，千里，咱们俩打个样。我跟千里给大家表演一个动物模拟，袋鼠。好，来，袋鼠，走。啊，跳能好。袋鼠妈妈摔了怎么办啊？袋鼠也有摔跤的时候。开心了。因为袋鼠妈妈没有尾巴，袋鼠妈妈这次摔了。哎呀，怎么办？搞笑。来，袋鼠妈妈，我们跳回座位上。来，袋鼠妈妈，请跳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模仿动物，模仿就好了，别乱跳。好，有危险。好，辛苦。哎呀，我天！也就是 Coco。Coco 李玟。啊，你要非说有点事情，是有点事情。对。奇迹，谁叫奇迹？奇迹，虞书欣不是那个虞书欣啊，咱叫虞书欣好吗？你别闹，我搜一下 ，Kiki 啊，哦，哎，好像是吗？哇，今年的选秀真的好多，嗯，心理创造营，乘风破浪的姐姐，还要开一个什么披荆斩棘的哥哥，嗯，你要去参加吗？我要去参加。懵懂无知的弟弟，懵懂无知的弟弟，乘风破浪的姐姐，披荆斩棘的哥哥，一无是处的弟弟吧？你录过营吗？哦，录营没有。啊，你没有？我是属于那种睡觉的时候稍微有一点声音，我就很难睡着什么的。啊，但是在晚上在一般在树林里睡得会很好。是吗？啊，因为其实树林里一些自然的声音会让人很快的静下来，就会使人睡得很舒服。你睡觉会打呼？哦，对，你不会，对啊，我知道跟你睡过，跟我什么啊？啊，龙哥不知道会不会，应该也不会吧。这边是粉，哎呦哦，大女孩和小女孩睡这边，大男孩小男孩睡那边，跟小男孩睡，那今晚应该会是个不眠之夜。你有喜欢的吗？你有喜欢的吗？你也喜欢这个是不是？我看得出来。
你今天跟着猫咪哥哥一起玩好不好啊？好的。猫咪哥哥带你去玩一些好玩的啊。即使是一只鸡，你都害怕？没有啊，猫咪哥哥很厉害的啊，猫咪哥哥，猫咪哥哥会保护你的。千里，你看看这个蘑菇是公的还是母的？是公的吗？不对。那就是让这个蘑菇。谁知道它是公的母的？你告诉我。解释一下，到底是公蘑菇还是母蘑菇？你这不解释清楚不能走。你的梗在哪里？你告诉我。公母重要吗？冬美，准备好问题了吗？准备好了。走。哎呀，我必须得看看大树精灵到底长什么样。你看到的最大的那棵树，就是大树精灵，是这棵吗？是大树精灵吗？你问一下他。大树精灵是你吗？哎，你看，那个有个更大的树哎。这上面写的什么？大树王啊，就是他吧？听说你们在找我。我，哎呀，有点太吓人了吧？你们好，多米是吗？嗯，是多米吗？我已经知道你的名字了，你们在找我？有点太吓人了吧？是多米吗？我已经知道你的名字了，是他真说话还是录音机放的呀？这个好像就真的是那个树的声音，只有树才会这么说话的。我是2300岁。不信你看，他手里拿着个放鹰的。没有，他手里拿的那个是那个手榴弹，不是音响。我看到，你看这里有很多。多米，你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？反正也是英香，反正也是英香就算了。走吧。走啊。嗯，反正也是个英香呀。怎么了？千里，咱们仨和好一起对抗猫咪哥哥。啊！千里，把我腿毛，猫咪哥哥的腿毛不见了。男人的腿毛不能拔的，知不知道？为什么鼻毛可以拔，腿毛不能拔？腿毛是男人的面子。腿毛越多，面积越大，面积越大。我没有，你看我没有，我没什么用。要不我分你一点？没有，我觉得我赢了。好了，你休息一下啊。同一组的等会传到我这里的时候，你不要停。好吧。好的。好，我们操作。哎，小贼还作弊。哎，什么都没说，来吧。谢谢。走。一颗颗，两个女生啊，小女生啊。我是觉得可以多一点接触大自然是好的，但因为我不知道小朋友们有没有体验过，就睡帐篷啊，或者睡在户外的那种感觉，因为它会有很多声音，对，他们会不会习惯，能不能睡得着，这是不好说的。这些声音其实是平常他们在睡觉时候是听不到的，所以我觉得如果有机会应该会挺好玩的。
哎，龙哥，哎 ，Hello， 啊，老师好，对对，我们介绍一下，然后我叫谢可寅，然后老师可以叫我 Shaky 或者什么都行，他是蓝小老虎，哦，然后我是许佳琪，叫我 Kiki， 哦，好，老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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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哦，来了吗？来了。我哎，强哥哥哥，老师哥哥，小宝小宝，宝哥，拜拜，蜂蜜哥哥，几年不见，你怎么变帅了？我变帅了。嗯，我今天给你和蜂蜜哥哥带了礼物哟。真的吗？这么好啊！他们现在就等着我们上去解放他们，你还不解开他？是吧，宝哥？艾玛，来来来，我在家里经常点。哎，安心。哥哥，我的哥哥好。哇，那个蓝战的武力，小宝，我抓住你了。抓住我了。哼，你把蓝战宝宝抱走了。来，心里，我们抱着宝宝出发了。我有个好狐狸的。我带你干什么？来，我教你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苔藓，它是附着在石头上面潮湿的地方。来，手可以摸摸水，好冰的水，有没有凉快舒服？我也想试一下。你摸一下，感觉一下，特别冰，好凉快的水。哇，好冰啊！哦，好冰啊！好。你看看这个蘑菇是公的还是母的？是公的吗？不对。那就是让这个蘑菇。谁知道它是公的母的？你告诉我。解释一下，到底是公蘑菇还是母蘑菇？你先不解释清楚，不能走。你的梗在哪里？你告诉我，公母重要吗？好。我们往前走，前面还有大树，我们看一看，我们手拉手一起抱，看我们能不能环绕着把这个树围住。来，把手伸长，来抱一抱，抱一抱，不怕，抱一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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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棵树这么大一棵啊！这次去感受这个原始的森林是难得的，因为一般的环境是看不到这么大这么大的树的。不只是对小朋友，对大人来说，在视觉上、感官上都是一个震撼。3、2、1，嘿！叔叔他们都在哪呀？龙叔叔已经上了花果山了，快点！我变成树了，长大，你看有树枝。我已经变成一棵树了，不能动。龙叔叔，快下来！不能动。龙叔叔，下来。好，我下来了。龙叔叔，给你一个小礼物。你还给我小礼物啊？对呀。那是什么小礼物啊？是我自己写的。你写的字啊？嗯。谢谢你，好漂亮！上次写毛笔字练习完，你就拿回去写了，是吗？嗯。为什么我的名字是最难的？对，因为你的笔画多。来，但是没关系。关羽吗？这是你的墨是吧？轻轻的。我现在已经变成一棵长大的树了。龙叔叔，快下来！我变成树了，长大，你看有树枝。那这个是什么？这是花吗？哦，两个爱心。然后这个我觉得把你画得很像一个小超人。谢谢。
我现在变成小超人了，对不对？我把它收好了，谢谢你。今天的漂亮，因为我长大妈妈就变老了。其实我希望我现在技能能够让更多的小朋友有机会接触他们，跟他们一起好好的相处，让小朋友们了解大自然当中还有很多很神奇很特别的东西。二三跑，走走走，看是不是很好玩？冲啊冲啊，你看好多人跑啊。小宝，你为什么倒车呢？小宝，我来支援你了，看我的大嗓子，撤退！多米，你赶快带小宝去西瓜姐姐那边偷袭他们。西瓜老五，你们已经被我们抓住了，快攻击他们大本营，进帐篷！突然间觉得这个空间安静舒爽了许多。哎，有咖啡吗？喝个咖啡，泡个茶，好了，我们这儿还挺舒服的。哇，其实这个景儿真的是挺美的。嗯。小宝，你真的不喝这个鸡汤吗？不。嗯。马不王啥？哦，我要被你们俩爱了。你们小时候有玩伴吗？有，楼上邻居，楼下的邻居，嗯，各种，还有乡下还有一帮朋友，现在还有联系。那挺好的。嗯，龙哥小时候都玩什么？什么都玩，我们小时候没有这么多东西，每天就做运动。不过你们那会儿的话，大家视力都多好。那没有别的可以玩，也没电视，也没有其他的玩具，什么都没有。要么就在田里面玩，但那个时候也应该不会觉得什么，应该觉得挺充实什么的。我觉得那时候比现在他们好玩，因为我们小时候其实大人的时候都比较忙，所以小朋友其实有比较多的时间跟空间，就我们自己可以去田里到处玩，就呼朋引伴的，大家就在外面到处跑。我挺好的。怎么了？千里，咱们仨和好一起对抗猫咪哥哥。啊！千里，把我腿毛，猫咪哥哥的腿毛不见了。男人的腿毛不能拔的，知不知道？为什么鼻毛可以拔，腿毛不能拔？腿毛是男人的面子。腿毛越多，面子越大，面子越大。我没有，你看我没有，我没什么用。要不我分你一点？没有，我就我先吧。好了好了，你休息一下啊。好了，轮班了，猫咪哥哥休息了，老鼠我饱了。来吧，大家攻击龙秀秀，准备好了，往前滚，哎呦，再滚，哎呀，有没有？滚了两圈。好的。哦，小朋友们，我们出来了，我们出来了，我们玩游戏了。好了，我们现在来开始玩击鼓传花。我们每次把花就传给下一个人，然后下一个人再传给下一个人。这次我们先由多米来敲鼓，你什么时候停，这个花在谁的手上，谁就输了，谁就要表演一个节目或者是受到一个惩罚，好不好？好的。我跟你是同一组的，等会儿传到我这里的时候你不要停，好吧？好的。好，我们抽中。哎，小贼还作弊，哎，什么都没说，来吧。哇，真不错！哎呀，搞得我还有点兴奋。我们要去森林里啦。我们这次要返老还童进森林，跟小朋友们一起玩。
成为泽奈组合第五名的训练生。谢可以，你可以的，加油！成为泽奈组合第三名的训练生，恭喜许佳琪。追梦路上，和我一起吧。就小帮手啊，那就小帮手啊，太简单了吧？就我们自己而言，小帮手都太简单了。你就是森林里的王啊！发了个王，小猫咪瞬间变成王，就是说是森林的霸王。你就是森林里的王啊！哎，真不错。对啊，老虎、狐狸嘛，真不错。森林 queen 跟森林王。哎，你就不要不要尿尿的，反正你那些视频弄得特别多，你就是 queen。对啊，真不错。我是 queen， 哎，你 king， 你真的很好，就是要霸气。夜来香虎啸，男女小朋友镇住，来一个。这是虎啸吗？嗯，是的，你要这样子，这小爪子一点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有点感觉了。我们两个得一个扮白脸，一个扮黑脸。那就是说你扮白脸，我就是负责控场。可以，我真的，他们要是哭或者怎么样，我真的我不知道，我只会一直顺着，要么就是这样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，怎么办？交给我吧，我专门去问了，就是那种我们家有小孩的那些亲戚什么的。哦，要怎么办嘛？哼，你到时候就知道了。到时候，哇！反正就让小朋友开开心心、快快乐乐的就好了。Kiki， 你有没有信心？有，小老虎，你是小风景。嗯，我们加油，加油！我们两个是什么？我们两个是狐假虎威。狐假虎威。出发，出发，巴拉巴拉巴拉吧。哎，这是不是我们那个呀？啊，然后录影地到了。哦呦呦，太紧张了，太紧张了。哦哦啊！接，我们还有接送。我们迎宾客。Oh my gosh！ 天哪，真不错，真不错，真不错 ！Kiki， 快下来。怎么回事？真不错。哇，他们从这边下来的。哎 ，hello hello， 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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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hello， 我叫谢可寅 shaking， 然后他叫许佳琪。哦，你好你好你好，大家好。有什么需要帮忙搬的吗？我们是搬运工。我们好多。好，那我开了啊，开了。哇哦。两个大箱子。行，我来。哇，谢谢。还有，我们带了很多小礼物，谢谢你们，我们东西有点多。那个是吗？是啊，不是，那个不是了。哦，小心点。我来吧，这里这个行李箱不能拖的。哦，谢谢。他还有小包包。哎呀，走。真不错，嘿，真不错。哇，哎，你这个伞可不可以打高点，宝贝？来了。提不动了，哇，真不错，辛苦你们，这个是石子的，不好拖吧？对啊，提不动了，这个提不动，我们谢谢。哎，你们应该在这边。谢谢，辛苦你们了。你们带的礼物有点多啊，箱子里面全是乱七八糟的东西。有送我们的吗？有啊，全是送我们的。这个东西，哎，不用这么客气，其实第一次见面，不用送你。这个假发 ，Elsa 假发也可以的，全是送你的，很酷呀。就在，直接在头上。哎，好像现在车又来了，是不是？又有车来了，龙哥吗？哎，龙哥，哎 ，Hello， 啊，老师好，对对，我们介绍一下，然后我叫谢可寅，然后老师可以叫我 Shaking 或者什么都行，他是来小老虎。哦，然后我是许佳琪，叫我 Kiki。哦，好。老师好。哎，来了吗？来了。啊 ，Kiki 小朋友来了。嗯。出场一定是非常完美的。
我们那种 B Queen 的气质要出来。就是要霸气，夜来仙湖像把你小朋友镇住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有点感觉了。我们那种 B Queen 的气质要出来。出场一定是非常完美的。怎么这么紧张啊？艾玛，你的包要不要吃？让姐姐拿呀，还是谁拿？姐姐拿吧。小公主说姐姐拿，就马上。那你有几个鸡蛋的帐篷？看不见。最近我经常看电视，视力变差了。也看，看见没有？看见没有？有小熊，看见了。他们姐姐们给你们带好多礼物，我们去挑礼物。艾玛，你一会儿好不好？小朋友都来齐了再看好不好？对， Elsa， Elsa， 你喜欢 Elsa 是吗？我喜欢，我也来了，耶、yeah ，来了来了，可以选礼物了吗？宝贝们，你们想拿什么？姐姐拿什么？独角兽，小独角兽，小贝壳。艾玛，你喜欢哪两个礼物呀？我喜欢这个。还有呢？我还喜欢这个。这个你看是啥？哎，公主换装。我喜欢，我喜欢这两个。婉清喜欢哪个？最喜欢哪个？你也喜欢这个？但我想要这个小风扇，先这样开，对，后面开着。上了，宝哥，你不是喜欢熊猫吗？我从成都给你带过来的，我们家里面好多熊猫。Elsa公主，多米有喜欢的吗？你有喜欢的吗？你也喜欢这个是不是？我看得出来。如果是我呢？那为什么我要选个女孩子的呢？那你喜欢什么？我喜欢这个，喜欢小车车。我想要这个。小痛不痛？我不痛。那姐姐帮你一个好不好？这样就轻松多了。哎，千里，他说他喜欢这个。怎么了？我们给大家跳一个舞，大家可以给我们掌声鼓励吗？好嘞，拍手拍手。来了，大家看两个姐姐跳舞了。小宝拍手，快点，姐姐跳舞了。来喽。来吧来吧。姐姐们要跳舞了。哇！好了，拍手拍手，小宝拍手，快点，姐姐跳舞了，来喽！哇！It's okay。你做好决定，一起嘛，一起嘛。Tonight， 用心去回应你给的真心。Alright，Alright。嘿，听着有你的相遇，种下我们的约定。My dream，my dream。嘿，双人舞。承认。小小的我，勇敢去闯。用最好的模样去最美的地方，要住进你的心里呀。去最美的地方，要住进你的心里呀。把力气绽放，来跟我一起来，来跟我一起来，我们自己唱。OK， 一起跳，高起来。出发，巴拉巴拉巴，来，跳起来，很好，哎，耶，出发，巴拉巴拉巴。It's okay, it's okay,
It's okay, it's okay。 我真的可以打打和我一起打，但你们不敢就偷偷回来吧。昨天的可以打打和我一起追吧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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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刚开始学真的厉害厉害厉害，拍手拍手，跳得好不好啊？哇哦，艾玛是不是跳得很棒啊？哇，跳得好棒啊，非常棒的舞蹈，是不是？我觉得小孩子能喜欢我觉得好开心啊。你讲来的时候我们做了100种分啊，不知道该怎么跟他们去交流去接触，一开始然后就想着干脆就送很多的小礼物，先是那种哇收获人心，他们会觉得这个姐姐太棒了，因为收礼物都很开心，然后呢就唱歌跳舞的就延续了这个心情来的。姐姐你晚上能陪我睡觉吗？可以呀、啊、姐姐给你讲公主故事好不好？嗯，快点哦，我们要跟上哦，我们速度现在太慢了。 走我们当队长不能比他们慢哦，快点！我们是队长，宝哥每一次都是队长。对不起，姐姐的好胜心有点强。我是队长。走，带着头发来追你好吗？好，走。等等我，冲啊！小宝，你看到这些溪流了吗？这是从山上往下流的。对。哇，真不错。哇！哇！好凉快哦。你生日是什么时候呀？我生日是我3岁才生日的。嗯。你少过了3年生日哎！呀，亏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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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精灵，你这次有没有学新的古诗？有吧，《春种一粒粟》啊，秋收望柯子，四海无闲田，农夫久饿死，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，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哎呀，我们河滩到了。哇，就是这吗？我们对，应该是在这儿吧。哇、哦啊，是不是？好漂亮啊！这个、河里面还有一种世界。世外桃源的感觉。能摸摸水吗？水可以摸，但是不要走进去，不要走太深哦。嘿嘿。哇，好凉，好舒服。哇，好轻啊！你展示一下什么？我很厉害哦！你很厉害，我很厉害，我打这个得过世界冠军啊！呵，哎呦，要平着飘啊，平着飘啊！先你看啥？看看世界小姐的老虎姐姐的表演。世界水漂小姐。世界水漂小姐，走一个啊！去，去。
重新来一个，不算不算。我也试试看，就是说姿势是学过的。我真的是学过，教过我是这样子的姿势，肯定是这样啊，原理大家都知道。艾玛，你帮我找一个红色的好不好？走，走，去找森林精灵。我等不及待去看森林精灵。我们还给森林精灵带了礼物，是不是？对呀。森林精灵，你在哪里？有人说话。让我看看，这是谁？你说我是艾玛。我是艾玛。艾玛，你是公主吗？是的。你是什么公主啊？艾莎公主。她是二傻公主。二傻公主。二傻公主。森林精灵，我想许愿了，我可以变成真正的美人鱼，在海里真的游来游去。可是你要变成真正的美人鱼，需要付出代价。你的双脚会感觉非常的疼痛，好吗？可以，可以。这些我记住了。谢谢大树精灵。再见，可爱的艾玛。那我们走了。其实我们没什么机会去接触森林啊，动物啊。这次说是带着小朋友去完成任务，但其实也是我们在观察森林的。看到的每一棵树，我都在惊叹，哇！每一天我都在惊叹，这是不是好久好久好久没有看到的？所以就会觉得啊，真棒！许愿，我想要真的当世界小姐，然后希望天下的妈妈都不会老了。希望永远保持童心，保持天真烂漫的日子。你这个饭真的还不错，我好久没有吃炒饭了。你们两个怎么那么能吃？我那么能吃啊！不是我们两个能吃饱，是你们两个太不能吃了。我们两个都吃饱了，你们还在吃肉，真不错。你喜欢吃鸡腿吗？来，我们一起比吃鸡腿。好酷哦。好了。到我们了。好。那我们让老虎姐姐表演一个羊驼。大家上次是不是都看过羊驼呀？我们来看看老虎姐姐怎么演羊驼。哎呀，我五年前的保留节目了，我的妈呀，就是这样的，很短。啊，红霞一波草啊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气氛尬掉了，对不起。哇，好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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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厉害。
身体板除了吐口水之外还会干嘛？我们学个啥？我觉得模仿派大星。可以可以。这位是海绵宝宝。嗨，派大星。然后我姓谢，我演谢老板。海绵宝宝，谢老板您好，久好不见。你怎么怪怪的？你很快就会想起来美味蟹堡怎么做了。派大星啊，不是海绵宝宝，海绵宝宝，海绵宝宝。哎，谢老板，我要尝蟹黄堡。你真是个傻子，那你尝尝吧。哎，派大星你要吃吗？派大星你要吃吗？哈哈哈哈，好，非常好，好，非常好。哎呦！来，准备船了。停！停！停！宝贝，非常好。宝贝，俗话说事不过三，我感觉你有点针对我。非常好，哎，厉害啊，哎，漂亮，来，请你打得好 ，yes， 好，耶，没拍中，没拍中，没拍中。啊，都没说了，哎。你也想表演一个什么呢？我们两个唱歌。微微吧，微微。来来来。微微就像公园里那片落叶，微微就是彩虹里那滴雨点。微微它很渺小，却从不疲倦。微微就是我们。微微微微微微。哎，谢老板，我要尝蟹黄堡。哈哈哈哎呀，艾玛不用演，她就是企鹅。哎呀，耶，真不错。好不好？好，拍手。